朋友兄弟姊妹，恭祝大家圣诞喜乐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浸信教会的福建圣诞主日崇拜。2000多年前，当耶稣降生的时，天君甲天使三甲俄罗上帝讲，地极寒的位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在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今仔日，咱也要三甲甲敬天使，大声唱歌欢呼，阿罗上帝，称颂耶稣，阮的和平君王。上帝，感谢你的大疼痛。伫起初，
已经为隆重的人备办好你救赎的恩典。今仔日，阮纪念耶稣的出世，知影耶稣放落天顶的阳光，道成肉体，来到世间替咱赎罪。耶稣后来为阮牺牲性命，甲阮开一条活命的路。感谢天父的慈爱，叫一切相信你的人，袂话沉沦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做你宝贝的子子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俄罗斯，管管亲像玛利亚一样，甘心乐意地将家己献上予你使用，单纯地信靠你的安排，予你的旨意在管的生命中得成。管一切恩光归在这管上帝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忠信的圣徒啊，来调记住，天父的圣子道成肉体出世，愿欢喜来敬拜伊。谢你的救恩，在未来的日子，我要更加爱你。阿们。
请听我读今日的经文，记载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46-47。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”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。你即要平安，今日是圣诞节，牧师伫遮祝各位圣诞快乐，也互人快乐的事，咱就要去做。尤其是圣诞节的今仔日，望咱会当将主的喜乐来带予所有的人，而且咱真正啊爱有一个喜乐的心，爱明白为甚物伫圣诞节时咱会安尼喜乐。没有，咱有时庆祝圣诞，一年一年安尼庆祝，到最后咱无家己讲，嘿呢，圣诞有啥物快乐？为甚物咱会失去这款的热情，失去这款的快乐呢？是因为咱有时阵，咱看到咱的所付出的无得到人的肯定，或者是讲人的感激，或者是人的鼓励，因为咱是对人的角度来望讲得到人的欣赏，安尼。啊，得到人的拍扑掌声，安尼对下来得到快乐。这个玛利亚就不是安尼。我讲咱读的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46-48，玛利亚讲：“我连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。”所以圣诞真正的快乐是对上帝来。圣诞真正的快乐，乃是我是将圣诞的这个庆祝，甲这个圣诞的欢喜。建立在主的身上，所以每一摆当我想到耶稣为我降生的时阵，耶稣为我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安尼放下荣华富贵，迄款的心，好吧，真正感动，也好我真正快乐，因为知影伊的降生，唔但是为我降生，为你降生，为全世界的人降生，另外伊啊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你为我定死在十字架顶。安尼，让咱今仔日会当因为相信耶稣得到救恩，这款的快乐是无镭买袂到的。这款的快乐是心灵内边上大上大的快乐。但是咩？所以咱爱学习啊，学习什么呢？咱未使吼，总是讲等讲人将快乐来带予咱，咱应该主动的去找。对主的心上来去得到迄个真正的快乐的迄个动力啊，迄个动力。所以，咱要将圣诞的这个欢喜啊，来带下予人，予人也得到快乐。所以，有一个人伊写一本册，讲态度决定你的快乐。但是，这本册内面呢，伊就甲咱讲快乐。诶，真正意义是虾米？用快乐意义内边分到几项，第一就是愿望，第二就是行动，第三就是祈祷，第四就是忍耐，第五就是渴望。这款的讲法真正有意思，而且安尼的快乐是有能力的。但是伫圣经内面，互咱看见，遮其实就是一个根基吼，快乐的根基，啊。但是咱咪来讲头一项啦，吼，讲五望，来即个将五望讲到讲，头一项伫即个62篇第五十讲，我的心啊，你着点点无声啊，你着点点无声，转转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五望是对伊来，人会当失望，但是人唔当绝望。因为失望一定有，无论是对家己、对人，咱有时拢会失望；对环境嘛会失望。但是当咱转眼仰望上帝的时阵，咱就袂低到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在真正的盼望是对主来的。哎呀，真正知影讲上帝是我的帮助，安尼我就无失望啊。所以无论咱庆祝圣诞，咱。今年的圣诞是不是啊？比去年搁较无气氛，还是讲今年的圣诞，亲像无过去的圣诞，安尼款的闹热，还不要紧，因为上要紧的，咱这个盼望是建立伫
上帝迄道哈，感谢主。第二就是行动，行动哈。人若想要改变家己，你讲较侪本无用，也着要用行动去行出来。亲像咱讲圣诞快乐，也是只要咱着要有行动，将甲人讲，或者是讲去做出来，带人来教会，互因知影讲哇，原来有人捌耶稣。就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，所以这个行动真正要紧。雅各在雅各批第二章十七节跟我们说，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嘴说、哦、你来教会啊，教会真好啊，教会灵巴耶稣会当得到平安喜乐，不是只有嘴说，就要带他来，鼓励他来，然后让他自己去认识耶稣，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那第三是祈祷，第三是祈祷，那你知道祈祷是真正要紧，祈祷会让我们的心灵也是充满着喜乐啊，如祈祷就如有喜乐，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，万事借着祈祷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爱来跟上帝说。你若知道什么人没喜乐，你就在祈祷里面将喜乐求主可以有喜乐啊。如果来就是吞论，但是只要无论各款的试探试炼临到咱的时阵，像圣经雅各批第一章第二节跟咱讲，无论是咱落在什么款的试炼里面，咱拢要抓做大喜乐，感谢主。原来在试炼的里面，主跟咱同在，主会带咱行出这个试炼。所以每一摆想到主的信息的时阵，咱就喜乐。最后是讲到渴慕，但是只要咱就要渴慕的心啊，会当啊，互人知影讲，当咱真心渴慕主的时阵，主的灵充满咱的时阵，哇，咱就有一款讲袂出的喜乐。所以愿主伫圣诞的时阵，用伊的灵来充满咱逐个人的心，互咱真正得到属天的喜乐。三甲祈祷。我在天顶的父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满有你的喜乐在心内，奉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感谢林俊亮牧师伫这十二月来甲阮分享上帝话语，感谢你。落来的新年一月2023年，有咱谢福华牧师甲咱分享上帝话语。兄弟姊妹，要来的主日敬拜是头一礼拜，咱要举行圣餐，请咱备办一块饼甲一杯葡萄汁。举行圣餐是为基督徒备办的。你若不是基督徒，请你唔通参加。我所听的兄弟姊妹啊，恁着坚固，无忧愁，常常尽力伫主一工，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
毋是空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听堂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人同在。阿门。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永久。